别磨磨蹭蹭了，赶紧拜完堂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催什么催啊，臭狐狸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好，快点快点。高成，你干嘛啄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踩到裙子了。胡祖王子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这该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我看看糕点吧，好香啊！是啊，随意挑选啊。不就是桂花糕吗？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看看啊，能找到阿英，带你吃更好吃的。可是再好吃的东西，也比不上我娘做的桂花糕。是小时候，他为了护我，跟一只偶遇的饕餮斗法，就……反正自那时起，我就再也没吃过桂花糕了。我买了。啊，好。这个手串能换多少钱？这可是十万年的檀木珠。反正也是我姑姑硬要送给我的，我本就不想要。长者赐不可辞，你的姑姑也是想要替你挡灾，这是长辈的一片心意，莫要辜负。他也就是会做些表面功夫罢了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不是要互送礼物吗？你现在就把它送给我，它已经是我的了。现在呢，我再把它当成回礼赠送给你，你就把它当作是朋友送给你的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别扭了？老板，来两块桂花糕。哎，好嘞。我能不能问问你们，为什么不爱细尘啊？细尘，细尘很疼啊。很疼？很疼？哦。那我向你们保证，我给你们细尘肯定不疼，而且会很舒服。宝葫芦，不疼吧？不疼不疼，非常舒服。哎，太虚大哥，你们要不要进来试试啊？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确实很舒服，不试试吗？哦，这日头打西边出来了。之前给你们洗成的，用的是打磨精气的熔金岩浆，所以你们自然就会疼了。今日我换成了灵力，你们就不会疼了，既能够除尘，还能够松筋舒骨，养护风刃。嗯，舒服吧？哦，不成，这么舒服，你不要试试？别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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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，我没事吧？我好像头有点疼。头疼？刚雷也没劈到你啊，为什么会头疼？应该是旧伤复发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头疼？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一会儿应该就好。阿姨，阿姨。我先带他去疗伤，你们看一下华爷。为了个苦劲装病，犯得着吗？还有你，要不是我，
最后这道雷就劈你身上了。我没事儿。上药，自己涂吧。果真蛮不讲理，我现在跟被灌了禁闭有什么两样？能不能轻点儿？给你上药还唧唧歪歪的，平时不是嚣张的很吗？原来也还怕疼啊？既然怕疼，你就识趣一点，不要再和玉峰仙尊作对了。等我搞清楚玉峰使的什么招数，再拿到寂灭轮，我看还有谁能伤我。阿九，玉峰仙尊已经上君巅峰，你不要太心急，心急则乱。乱则必失，寂灭轮的事情我们需要从长计议。仙族这么多人，也就你稍微强点儿。啊，你这么道歉，你干嘛疼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嘛。你们这群坏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，听见没有？我打死也不会轻。今日你从也得从，不从呢也得从。我在阿晋心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哇，阿烟，还是你厉害，生扑啊！这古晋还真是自恋，是我想多了。竟还想着之前是自己错了，还想着与你消除隔阂。果然，你就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。红衣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才是狐族的王，做什么事情由不得你来智慧。这些年我对你的耐心早已耗尽，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让你予取予求。我的话你听得进去就留下，听不进去就走。从此往后你这个小殿下在我这儿再无特例。今日的姑姑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